再来一看见啊，带恁做伙用台湾话看全世界，头头讲到起电钱哦。那是减少吹冷气可能无困难，因为天气是愈来愈热，而且全世界拢是哦。日本热到40度，南韩嘛破纪录啊。小姐来用那个时间搞记者曹有欣，有欣请讲。是啊，是，感觉朋友，咱台湾即马咧热人哦，大家拢热到冻袂掉哦。世界嘛是烧火火，热嘻嘻，那咧发烧咧哦。澳洲是火烧山，火烧暴烧鬼片，美国出现烧挂效应，热到会惊人啦，也唔啦，澳洲唔啦，美国，包括亚洲高温，刚刚讲啊，是自数十冬以来上盖关，高温遮关，遮烧热是大大影响咱人咧种植，咱人啊咧饲猪、咧饲牛、咧饲羊、饲遮动物，遮会增生哦。也讲澳洲大国拢在做效应，什么是做效应？意思就是讲啊，连续五天，每一天的气温上悬的时阵，迄时的高温啊，比同时期正常咧看的高温悬超过5度，这就是做效应。法国、瑞士、奥地利、德国甲西班牙高温拢呛到超过40度，是有史以来上盖悬。意大利遮嘛，因为讲上热，这冷雾啊咧积冷，冷水是减10%哦。也拄则讲。讲美国出现烧挂效应，热到会惊人。烧挂效应是啥物？烧挂效应啊，就是讲即马热人吼，真大真热吼，伫咧地面啊有大量的烧空气，有大量的热空气起来到天顶，但是天顶呢有高气压，即个高气压吧，哪一个顶挂咧，甲烧空气甲热空气砍掉、吸掉，才会烧起呢，无法度透哦。个地来到地哦，即空气是愈烧，气温愈悬，愈烧的空气呢，是会搁起咧到天顶哦，是会搁好高气压吧。地来到地，吼，所以气温呢，就会搁升愈悬，安尼中好哦。美国都有所在有2000只灵牛，哇哇乱死，热过头，唔呐冲击农业哦，对咱人啊嘛是危机。美国中南部啊，有真侪人爱去远个做事咯，做事是无通吹电风，无通吹冷气个呢。即爱伫外口做工课个人啊，日头咧晒，无通降温，即着真危险嘛。也亚洲这边嘛是热到袂当讲哦，即卖也六月廿呢，日本群马气温都已经升超过40度啊。这是日本哦第一摆伫六月高温都有超过40度哦，也东京这边气温嘛已经超过35度。民宿日提早到，气温超过35度，日本讲合作民宿。民宿日，也气温啊，只要超过30度，日本就讲是真夏真夏日。其实啊，伫咧东京吼，5月就已经有真夏日啦。东京的气温呢，提早伫5月就已经超过30度。也南韩因的首都首尔，伫咧暗时哦，气温上低时也是有超过25度哦。这已经比英国伫咧6月普遍的气温搁较悬啊，这嘛是因有史以来第一摆出现热带夜。暗时气温上低时，也是有超过25度，就是热带夜。那么啊，已经遮热啊吼，南亚是愈热哦，印度啊、北部、中部气温是悬到讲平均落来，是即100冬以来上盖悬。也巴基斯坦南部5月气温啊是升到50度哦。地处英国来欠水吼，就爱派水车送水，才有水通用哦。咱看到世界热是愈热。寒是愈寒，也天气一个大变化，咱观众朋友就要注意身体哦。以上就是今日大代志，咱个时间交给阿顺。